Rebecca 在做土豆汤呢，这是她煎的培根，然后准备把培根放在土豆汤里面调味儿。我们昨天晚上又基本上一夜没怎么睡啊，然后我们从11点开始睡，2点程程开始闹，因为程程的嘴非常难受嘛，嘴里起的都是泡，特别疼，然后我们给他喂止疼药，喂完以后他还是睡一小下又哭，所以说我们需要不停的抱。然后到了4点，我们觉得小程程可能这下困了该睡了，结果心猿又回来又跑过来了，起来又让妈妈去陪他，所以搞到5点多，我6点多才把他搞好了。对，真的就是妈妈很不容易，太不容易了，尤其是孩子生病，我的天，感觉是无缝衔接，真的。从2点到6点多，然后给程程搞定，给心猿搞定以后，雅安又起来了，新的一天就开始了，是不是？所以哇塞，反正孩子生病是做父母最难的时候。老婆，加油！好，我们还是那样 take shift， 就是白天我看孩子，你睡一会儿；你看孩子，我睡一会儿。好的，加油！你的弟弟醒了，我们看一下弟弟去。他姐姐看到我很开心，我的头发放下来。嗨，我的弟 ，Daddy hope you will be better soon。你是我们家最乖的 boy。最听话的 boy， 平时最喜乐的 boy， 但最近这几天受大罪了，嗓子嘴都起的泡，不能吃饭，又特别爱吃，一吃就开始哭，夜里疼的睡不着。你的爸比吗？这是正常时候的程程。嗯，姐姐，看姐姐。哇。Oh my goodness！ 你们是在演出那个动画片里边的一个角色吗？原来是个电影，然后他在，然后是一个龙，然后他一直都在把别人变成爱唱歌的人，然后因为他的最好的朋友找不到了，而且他很爱唱歌，他最好的朋友也爱唱歌，结果他不见了。然后不管多唱都找不到，结果最后找到了，那是为什么？最后我过来抱了一下弟弟，再演出来，真好玩。What's your name, Cambodia? And you were trying to find me again. You wanted me to be Cambodia, because I know how to sing. 小薇薇。OK 。有姐开心不开心，小薇薇？姐永远是让着你的那一个，连角色连玩的角色都让你先挑，是不是？ But only at the end you have to copy me, okay? At the end when I say harmony and then you say harmony, okay? Fly to me, my made of song. I miss your voice. It's been too long. Hear me now andMy call, so we can be in harmony. You have to say again. So we can be in harmony. My turn to be Cambodia. 为什么 Cambodia 要站在这儿呀？因为他本来找不到，假装找不到。哦、OK。I miss your voice, it's been too long. Hear me now, my made a song. Answer my call. So we can be in harmony. So we can be in harmony.
Melodia, I miss the voice. 咦，演的真好，一小妹妹，咦，可以，有演话剧的天分是不是？晨晨生病的时候就一直让爸爸妈妈抱，不想下来。哎，很爱爸爸妈妈的孩子。很疼的时候，夜里他哭得很厉害。很疼的时候，只要我们一抱，他就不哭了。但是我们看他瞌睡，在我们肩膀上睡着，我们只要一放下去，他就开始哭，还是不是很舒服。成想干什么？哦，想玩这个棍儿了。成喜欢玩这个棍儿。I love you so much. 夜里我跟 Rebecca 说，我真想踢他。这应该是每个当父母的心情吧。医生，我们昨天去看医生，医生说，我们前天去看医生，医生说这个病很难受，嗓子里都起泡，嘴上都起泡，他又那么爱吃饭，又不能吃。幸亏 Rebecca 还在给他喂母乳，他营养还可以跟得上，还可以更好的抵抗这个病毒，要不然会更不好。今天早上给他吃了止疼药，估计药效还没下去，所以这一会儿他不喊疼，药效下去他是很 fussy。 吃饭了宝贝们。成成这几天第一次愿意吃咸的，我做这个土豆汤不是很咸，它有土豆，有那个牛奶，有黄油，有一点点，哦，开始疼起来了。哦 ，I'm sorry。OK， 大力给你小口一点，小口一点。白天。哦，疼，还疼。刚才喝水。不是，喝口水。不要喝水。哦，那怎么办 ？Sorry, baby。好吧，擦一下。我慢点，慢点，慢慢吃，慢慢吃，再来一口，再来一小口，来一小口试试。他其实早晨起来吃那个奥米，我吃的也可以。正在学着自己吃呢，很棒，很棒成。乖嫂子，对，咦，好棒啊，小成，太棒了。爸爸喂你疼，然后你会哭，你自己喂你自己疼，你就忍着，是不是？小心眼唱歌唱累了，是不是？小心眼唱了无数次。吃完饭你还可以再唱一遍，和姐再玩一会儿。其实他们非常乖，是不是？他们有的时候是无聊，他们有点 fussy。嗯，我们的宝宝都很乖。但他们。找到自己的事情的话，他们哇塞玩得超级开心。我想知道看我们自己的视频会什么样，因为我从来都没看自己的视频。你看过我们的视频啊，在 YouTube 上。对，在电视上。等爸爸把这个视频剪出来给你看一下好吗？好吧。张雅安，你以后可以往歌剧方面发展，我觉得。我还以为自己出去还有一个叔叔，我不知道的叔叔突然说，嘿，我认识你，这是你爸爸妈妈吗？就给我看我在中国的时候，对自己的视频，然后我就对啊。小雅也遇到小粉丝，遇到粉丝了是吧？中国的时候那小区，对，而且那个叔叔很 calm， 不像我们很多认识到的粉丝啊，我知道啊，他就，哎，我知道你看。你还认识？你还遇到过很多粉丝吗？对，我们还有在电梯遇到了一个，对不对？对，还有一次我们去 store 里面出来，在 homeway 上看，他就哎，我认识你啊，他很兴奋。我认识你啊。我不知道你坐这里，哎，真的是 Rebecca 吗？真的是小雅安吗？哦，我的天哪！哦，我见到你了，哈，对不对？
我说的是你啊！我真的是你们，对不对？我不敢相信。对，让你们住这里。小雅安在回忆我有一次被人被网友认出来的经历，是不是？嗯。我觉得小心妍这个头型特别好看，是的，很适合她的脸，是吧？程也在唱歌，你看一下程程歌。嗯，程也会唱这首歌。我让他好在他好在他现在不发烧了，是吧？他就说两三天就不发烧了。不是他这个病，他说两三天以后就不发烧了。在美国一般不发烧以后可以直接回去上学了，就说明没有传染性了。嗯，直接碰那个伤口会有传染性，但是你不碰，你就是有这个病的宝宝离他们远，不要摸他们的吃的喝的。咦，漂亮的很，谁给你抹的闪光的在脸上啊？妈妈，妈妈给你抹的闪光的，肯定是妈妈。张雅安，你需要多吃点，你怎么吃饭不专心呀？爸爸都不会搞女生的东西，不会编头发，不会放裙子，还不会放 makeup 上我们，所以肯定是妈妈。对，肯定是你妈。你妈带领你们在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是越走越好。什么意思？你说话说越走越正在和在找姥姥姥爷，因为他想姥姥姥爷了。姥姥姥爷在打电话关心子腾。哪里？Piggy Bella，here，there's Piggy Bella，can you say hi now？He's telling you stuff. Every time he sees you, he has this long thing. He wants to tell you. We were up all night with him. Oh, that's sad. Hey, look, Sadie. Who's that? Hey, Ria. When we took him to the doctor, she looked in his throat and she said his tonsils have them.His throat has them, his tongue is covered, his gums are covered with it. Oh my goodness, that's like the worst case I've ever heard of. No, he doesn't have it anywhere else, which is so strange, which is why I wasn't sure if that was it. But, I mean, they can break out anywhere on their body, not just hand, feet, and mouth. She told me even like his diaper area can have them, so to watch for that, but...So far, it's only in his mouth. He wants to do, I'm going to let him do a face because he wants to see you guys. No, no one has any symptoms. Abby. 他喜欢玩这个小动物的脸，然后吐舌头。因为他心情不好，他喜欢打电话给姥姥姥爷和他们玩这个。他们现在听不到。我们完全是为了成长。谁开始唱？没病。